行。哎，你好美女，问一下，就是洗手间的。那个，我不知道。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不知道啊？嗯。哦，你长得挺好看，你看我笑啥呀？你是一下棍吗？啊，是。啊。哦，关注你了。谢谢啊。嗯。你真关注了吗？我检查一下吗？撒谎三年挣不着钱，我能拍你吗？能。能啊。嗯。是吧？你干啥呢？在这儿跟朋友，别等了吧。嗯，你干啥去？你们跟朋友吃饭啊？谁去吃吗？不吃也行。这是我的工作室，上面坐会儿，没事干的吗？啊，你有事儿？有事儿也没事儿。你信我话，但是我感觉你挺漂亮，跟老师。哎，你好高啊，你得1.5米多吧？学生吗？不是，我上班。我在身边的好胖，我不上相。这是光死亡，真的这么拍能好看？那我今天打扰你俩约会了？嗯，没有。你是单身吗？是。我怎么想这么点呢？有点紧张。你多大呀？我1999年的。1999年也不大呀，1999年30几，多熬夜。嗯。有点秃子，能看到吗？啊，你本人看起来比视频里好看。谢谢啊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小奶狗。那我算不算小男友？说话声不算。你觉得我这个社交能力能给我打几分？99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牙真大呀。狂碎牙。七。我给你拿水啊。谢谢。黑咖啡。我就这么喝呀。哇，嗯呐，喝吧。我喝剩的。咱俩挺远，我随便抓一个，没想到就是还认识我。你1.75米，你手比我都大，你看看，有什么大？你抖音跟你现实性格一样吗？我感觉你没有那么神经病吧。对，就那么神经病。假如我现实就那样的话，我做你男朋友你会抖音？挺有意思的，不至于每天那么无聊。你养个猴子就是。哎呦，你黑长直啊。嗯。我妈年轻的时候就梳这个发型，那梳了50年。你长得挺有韵味的，风韵犹存那种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去吧，陪朋友吧。好嘞。我也回去了。我能加你个微信吗？